晴空的今日，万物宁静，心如晶晶亮，在阳光里透明。早上在路边锻炼，突然发现路两旁长出春的鲜绿。北方因为天气冷，抽出嫩芽的时间已很晚，看着它们一点点的探出脑袋，我竟然开心的像个小孩，拿着手机左拍拍右拍拍。或许不是一种或多种，而是无数种，只是心界限制了眼界。此刻远远的听到有个孩子在对妈妈说，妈妈妈妈，种子的力量真的好强大，他们都从石缝里长了出来，如果可以，真想永远做个小孩，或一朵花，亦或一株草，对着岁月落笔，画一场春风十里，守一帘风轻云淡，让他们留在柔软的空间时间里，像腾腾飞的鸟一样自由，也像缠绕指尖的紫藤花一样芬芳。转而一季又将结束，草在结它的种子，树在摇它的叶子。四月了，时而晚雨微扬，时而冷风骤起。抬头望向远处，山上有好看的树，天空有漂泊的云，蓝的安静又遥远，孤独又清澈，多好的一天。所有的所有都不是十指间的默想与算计。明天风依然会把天空吹成鲜蓝色，我数着今日，继续深情，继续眷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